好，这边是法子溪的迎宾步道，这个水有冲上来，整个堤岸的这个相貌都变了。啊，待会下去看一下好了。好，这边现在离河道反而很近，可是上游猪寮那边垮掉了，所以下面的水流就变很快。那个这个溪流的对面那里应该有水。现在这么急，应该都有七哥嘞。哎呦，这一池应该滴不少鱼了。哦，什么鬼东东都有。也不错哦。这里钓看看了，他们还有泰国鲤耶，一堆鱼来这边避难。3:8。蟹鱼，待会要撤，再下大。
修之徒。到了，下雨啊，穿雨衣啊。把它混到那个饵料里面去。可以进来起来泡泡，知道吧？这讯号有点快。哦，好破鱼了，超大条。喜欢吃这一类的，你看，加这个、啊，还可以除害耶，不用加太多了，然后把它混在一起，还有那个味道。就这样子啊。大起来了，有的开始出力了，再来做吐司，就把这个枯瘦的软揉一揉，对，把它沾到我们的吐司面包上面，让它吸收，那吐司面包可以去边。这边这个位移当 A 撒，涂抹均匀。当然有烤箱可以烤一烤，知道吗？有烤箱当然可以烤一烤。但是不建议你去烤一烤，好啦，500克。就这样子啊，来啊，试试看吧，嘿嘿。
把吐司揉成这样子。喜欢吃我的草莓果是啊，肥吧，很肥吧，怎么了？